最后一首歌。不好意思哦，今天下午不对，今天傍晚，今天现在算什么时候啊？哦，现在下午的最后一首歌。然后这首歌唱歌之前呢，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棉花糖是什么，但那也不重要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一定会有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人跟事还有物。对我而言，棉花糖来说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中的根基跟基础和经验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也希望王老师训话，我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啊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你都可以回去想想，或者是你待会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想想，现在影响你的人事物最多的是谁，是什么事情，然后在从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吗？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选择跟做这样子。这是我一个28岁的浅见啊，不好意思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叫《遍地开花》，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。Thank you.
释放着。